我来说服他，让他给你们带路，你们把他放了。搜他的身，看他带什么东西没有。江姐，要不你亲自来摸摸？人都进来吧。疯子，他是什么样子？看着好心疼。刚刚在外面的时候，小鬼子非要摸我裤裆，我能让他们碰吗？那地方只属于你一个人。级别太低了，我要他得跟你们天皇谈，你还不够黄，你充其量也就屎有点黄。我答应你的条件，如果我请到了天皇陛下，你提什么条件？我要跟他谈，我要日了天皇他老娘，让他再生一个儿子，他要再敢发动战争，我就打他屁股。说得好，棒子！你敢侮辱大日本天皇，现在就毙了你，让你断子绝孙。因为